大家早上好，我是大海。今天心情挺高兴的。之前经过一个月的协商，我终于和内蒙古一家企业已经谈好了。我现在在我们镇上的邮局，谈的什么事儿呢？就是我订的货已经到了，这是一个大企业给生产的。我现在上邮局来取啊。这个邮局的工作人员早上起来给我打的电话。咱们进去看看什么货。这个应该是，我还得签个字吧。这块有三个哈，再上这儿，这块还有两个。我现在签完字，给它装在车上。已经装在车上了，一共是30箱。今天先到第一批，现在回家。我到家了，我把这个羊奶粉这一箱打开了，啊，这还带一个小兜。这一箱呢是8盒，咱们打开一盒看看啊。先来这盒，咱们看一下这个羊奶粉它的配料都有什么啊？它这个配料呢是没有糖。它是全脂羊奶粉，完了配料呢就是生羊乳，保质期是18个月，剩下任何添加剂都没有。完了这面的营养成分有能量、蛋白质哈，这些全是符合国家标准的。完了它的日期呢是2021年1月2号出厂的，保质期是18个月。大家看这个羊奶粉怎么沏啊？这样沏，先把水倒在里面。咱们好好看看，整洒了。看见羊奶粉了吗？它不像别的奶粉，它是一点点自己沉下去了，看见了吧？咱们看个过程。这种奶粉能沉下去的，就是代表它这个奶粉太好了。你像那个有些奶粉啥的往上一放，它上面起嘎子，那个都是有添加剂的。因为它的配料大家也全都看见了，它就是那个羊那个生羊乳，剩下啥也没有。看见了吗？我倒了这么多，你看自己直接进里面就化。现在闻着一股香味就出来了。这种香味还不那么浓，就是奶香味儿。这个羊奶粉现在闻的是没有膻味儿啊。这一袋全放里，越来越浓。大家看见了吧，这个奶粉自己全化了吧，你看啥都没有了，全部都融合进去了。我再拿勺再豁弄一下，咱们看看这底下，看啥也没有，看看没有任何沉淀的东西。完了像以前那个奶粉不是有嘎子吗？你看看什么都没有。我喝一口尝一尝啊，看什么味道。哎呀，这奶粉一点膻味没有啊，跟大家说声一点膻味没有。它这融合进去的多好哈！我把价格跟大家说一下子，这个某宝，我现在把某宝给打开了。这个某宝我一说，你们也知道什么意思哈？看看他们都卖多少钱？这家卖75、78、78、68、78、68，最便宜的也到底了，是65。这个65块钱的呢，跟这个不一样啊！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咱们进来看看为啥不一样。它这个是袋装的，看见了吗？是袋装的。完了它的重量呢是300克。因为当时厂家跟我谈了，问我要袋装的还是要纸盒装的。我说袋装的好啊还是纸盒啊，他说这个盒装的好，袋装的就是比它再差点。但是袋装的重量轻，是300克。300克卖65块钱。
完了盒装的呢是350克啊，就是350克。我卖多少钱呢？卖75块钱给包邮。咱们再看一下，再返回去。返回去看以后吧，这也是袋装的 ,68 袋装的。咱们看这个78的啊，这个78块钱的。这个78块钱的呢就是350克，上面写的是盒装的，跟我这一样一样的，他卖78块钱，我卖 75, 比他便宜。完了上面这紧上面还有一个便宜的，紧上面他就是卖 75, 他这个什么，他哪个价格卖 75 呢？咱们交易一下看一下。看见吗？分成两种啊，咱们先点第一个300克的，你看300克他卖 75, 再点个350克的呢卖 88, 所以说因为我跟直接跟那个厂家谈了一个月嘛，直接给谈好了，他给我个价格呢他也低。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羊奶粉怎么购买啊，今日头条还有西瓜视频的用户，我告诉大家怎么买这个羊奶粉。首先呢咱们先从今日头条说起啊，把今日头条的 APP 给打开。完了打开以后呢，在这个搜索栏上呢搜索清泉大海，完了点击搜索，搜索完以后呢我这个姓名就出来了，这是我的账号，然后点击进去。进去以后啊，大家看见了吗？这块有全部有文章有视频，它这个是可以拉的，因为它这个东西太多了，你看往这边一拉，高手一直拉到这个位置，出现一个橱窗，完了点击橱窗，这个里呢就是我的店铺了，你看有纯奶粉，有酸菜哈，在哪就是羊奶粉，就是这个75块钱，直接一点然后就下单了。完了咱们再返回来，完了西瓜视频用户呢点击西瓜视频的 APP, 点击一搜索，然后我就出来了，再点击我的头像，这个呢就是我的主页了，但是这个主页就不用拉了，它这个在这个锦码边啊有个橱窗，大家看见了吗？点击橱窗，点击橱窗以后，然后再找到羊奶粉那个下单就可以了。这个东西啊都是质量最好的了哈。完了大海呢，完了把好东西都奉献那个给大家，你们下完单以后呢，我用最快的时间给你们那个给邮走啊。咱们下期再见吧。